歌手田馥甄故乡的演唱会原本是自今日开始唱，啊，不过煞临时因为感冒烧声，演唱会决定要来延后一礼拜，有真侪歌迷是气噗噗。田馥甄嘛伫网络顶头来发文回实的。一早电话接袂停，几乎拢是订好房间要看歌手田馥甄演唱会的歌迷。伊原定到好气连续四天要开唱，雄雄促销演唱会要延到后礼拜，真侪早就排好假的歌迷，唔知要安怎。大部分因演唱会入住的客人呢，有大部分是选择延期到下一周的演唱会日期做住宿，那有部分的民众呢是选择如期入住，可以到高雄顺便旅游。向树洞祈求一切顺顺利利。一一演唱会倒数三天，演唱会进行，伊不断伫家己面册发文，看会出来真期待演唱会。不过卖票的官网写着，因为歌手严重感冒失声，配合总彩排了后状态依然无理想，忍痛把演唱会改到后礼拜。田馥甄嘛伫面册讲真实的，紧急宣布延期，造成大家损失还够困扰。换现制的困扰会比较多吧。毕竟有些都已经先订好饭店跟车票了，如果要临时改也比较麻烦了。付的代价会比较大，时间、体力、金钱都是 double 的。市场的歌迷支持这个决定，认为破病无得如期。不过，也有人认为会当较早宣布取消，不是前一天，让大家不知道要怎。官网嘛公告，到何中道开始受理退票，已经买票的歌迷会当照新的场次原本的座位入场。若要退票，也按照规定来办理全部退票。记者王刘婷、陈显坤个人报道。